开拓5500胶装联动线。以国际知名品牌技术为基础，通过自主创新设计而成，由前半线和后半线组成。PYGD 450A 配液机机架沉重坚固，高速运行时稳定性好，其机架能长久不变形。一台标准配置含四组配液机机组，每组含三个配液分贴工作站，可根据客户需要选配1至8组来完成一台配液机配置。手工加贴工作站，可完成书本需配液贴数大于配液机分贴站工位数的书本配液工作。分贴站的书贴工位使书贴定位准确，配贴整齐。分贴机构减少双张漏贴，亦可对128克的单张纸进行配液。气废装置能对配液产生的多贴少贴废书自动准确剔除，大大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外形美观大方。收贴工作站采用机械传动，通过凸轮机构实现推送书贴的控制，可通过调整离合器实现独立配液和独立胶装工作。直线连接通道整长为1米，装有可升降式保护停车开关，由它实现配液机与胶装包本机连接，从而升级成胶装联动线。胶装包本机自身沉重坚固，确保书刊加工质量。机架结构装有多块高密度钢件墙板，并由50毫米撑挡连接形成。齿轮箱安装在整体浇筑的底座上，内部齿轮咬合紧密，确保定位准确，稳固结实。机器导轨上下轨道间距大，内外两侧嵌有可拆卸钢条，可以更换钢条来保证传动间隙，更换方便，经济实惠。振动式手工加书工作站可在胶装包本机连接和独立工作状态下实现手工加书功能。上下书通道机构装有齐贴振动装置和快速清除机构，排除组书故障，方便快捷。落贴平台确保书贴整齐，能方便快速处理书夹子出现的组书故障。书夹子夹紧体可保证书夹两侧动作同步，夹紧力均匀。纽簧能为书夹在0至80毫米范围内提供稳定夹紧力，主链条在书夹子中间，受力位置较好，不易磨损，并能很好保证两个书夹子之间的距离一致，书心与封面之间的天头地角一致。洗背和拉槽刷卸采用旋风式洗背刀组，刀组配备30把可拆卸更换的刀片，并带有自动磨刀器，使磨刀快速方便，提高生产效率。采用双压轮机构，能有效保证书籍的洗背质量，洗出纸屑为条状，可回收利用。独立新颖的拉槽刷卸机构能确保背槽成型好。上胶机构上底胶采用独立温控，可移动式双轮底胶锅，书背进行两次上底胶，上胶更均匀，减少书背空胶现象。侧胶采用独立主动式上侧胶机构，上侧胶高度在5至7毫米之间，可根据需要进行微调，并配有独特新颖的断丝机构。封面输送机构国际先进的鱼鳞式封面输送机构，能实现不停机连续输送，标配有4把压痕刀组。上风推规能方便快速调整，精确上风。借鉴国际先进的双凸轮脱石平台技术，最大限度确保书背定型好，标配一组脱石机构，
可根据需要选配两组，形成两次脱石。它不仅适用于薄封面，同时也确保300克左右的厚封面书的定型。书本输送系统分为两种，直线输送系统为客户节约经济成本，塔式回转输送系统减少设备占地面积。书本堆积系统，该机造型紧凑，能完全适配三面切书机的输送要求。QSZ100 全自动三面切书机，采用全封闭式，安全，噪音低，能自动完成进书、定位、加紧、输送、裁切、输出全过程。采用机身一体化完整铸造，结构刚性强，裁切精度高，实现自动工油润滑，带有自动喷灰油装置，使裁切面光滑平整，大大减少磨刀频率。刀台座采用8块无盲点刀台板，实现规格快速转换。配页机、包本机、堆积机、三面切书机均装有独立操作的触摸屏控制界面，同时也单独装有进口日本三菱的 PLC 及变频器。配页机、三面刀装有欧姆龙多点电磁阀控制器，配页机单独装有欧姆龙编码器。整个电器控制系统主要针对胶装联动线的机械动作、故障检测等。对联动线的生产过程、书刊质量控制和用户操作界面等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开拓5500胶装联动线。开本尺寸调整迅速，订单转换非常灵活，特别适用于短单生产，代表着印后设备数字化、短板化的发展方向，有效帮助中国印刷企业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推动中国印刷行业的发展。平湖印后机械有限公司，印后解决方案的集成供应商。